鞭腿这个名词，方便的大小腿折叠以后的低位鞭腿很容易让自己可以迅速的撤离攻击的范围距离。对方的摆拳又一次无意的击中方便，前摆方便的前摆拳在多次的比赛中为自己奠定了。大家好，老师从业中医男科30余年，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调理重回男性雄风。如果你也存在房事时间短、勃起无力、硬度差、中途疲软、肾虚、前列腺炎等问题，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574-993-200，纯中药，一人一方，治根治本，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补肾壮阳，延时助勃，彻底告别快男软男。记住微信574-993-200。那对方用了一个转身的后摆，中断的鞭腿，再一次前摆拳，对方的低位的鞭腿，对方是 International Kickboxing Federation， 也就是 IKBF 的世界冠军。这个我们只能说像一个正蹬的一个侧身位的正蹬腿，哇，对方的转身后面对正好挂在方便的身上，可以说这场比赛两个人的有效进攻数实际上不是非常的高。方便的转身后摆，时间已经不多了。对方前冲得很凶啊，转身的后蹬，双飞踢，转身的后摆，连续的，这场比赛以非常诙谐的方式结束。我们来看一下最后裁判给最后的判罚。下面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员30-27。2号裁判员30-27，3号裁判员30-27，比赛结果红方胜，红方方便获胜。有请颁奖嘉宾新风集团董事长于俊忠先生，深圳华文龙密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谢海燕先生为方便颁奖。